What's up, guys?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I'm Benny Belcher, huh? 那么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呢，就是给我家狗子画一个妆，也不知道画什么妆呢？画什么妆？听你画啥都行。有很多人想要看我给你画的妆，画什么妆？听你的，你最大，家里你最大，都听你的。那今天我们就来画一个就是稍微妖艳一点的妆容，反正就是你们想看一些有意思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来画一个贵妇妆，辣眼睛吧。对。有没有不一定辣眼睛了，就我的技术在这里，就是你看我的双手，这是神仙的双手，仙女的手，仙女的手。那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，就继续看下去吧。在视频开始前呢，想要发弹幕多评论多关注多收藏多走比如留个段，然后关注我的微博 Instagram 学学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给他画一个底妆，对，底妆呢我们要用一个黑点的色哈，所以要用的 2MK 的这一款的底液。你是在表演哑语吗？我不知道说什么，有点前程了，动手。哎不，我要先上一个妆前乳。妆前乳的话，妆前乳我们用的是 Gucci 这一款妆前乳，对，没有错。我把它挤在我们的手上，然后点涂在你狗子的这些很小的地方。这个姿势不是很适合我去。对啊。对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自己抹匀。啊，不是你帮我吗？自己抹一下就好了。帮我。我是，我手脏，是吗？我手很干净，是。现在上厕所没洗，没事，再干净。来着，喜欢，就爱，就好这口。好，我们来上你底妆。啊，不用我，不用我，我要我脸往前伸。没有，就是刚才我是想把你的脸拽过来。哦，你侧一点。这样吧，稍微侧一点点，要保证自己好看。这个问题我们用化妆刷来上啊，我的化妆刷，我的粉底刷在这里，这一把 2MK 的粉底刷，一点点刷开。刷的好软吗？有点软。你的一层够吗？够了吗？我底子很好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定妆粉，啊、我们今天要用到哪一位呢？ Crocs、对，我们要用到的是 Crocs 的精华琉璃蜜粉，用到一把刷子蘸取这个蜜粉，它有点掐掉掐掉，它鼻子不是很好，所以它我们家猫毛特过敏。瞬间极致哑光闪烁 ，Yes， 你的脸变得特别不灵不灵，钻石一样光彩吗？比我差一些，但是比钻石闪耀。那是。我们底妆打完之后呢，它现在变得非常的白，然后没有任何的轮廓感。我们先画眼妆吧。画完眼妆之后呢，我们再画这个 bronzer。眼妆我们用哪一盘呢？哪一盘呢？眼影盘我们用到的是 Urban Decay Glory 的眼影盘，对，没有错。你看我们今天用哪一个颜色呢？我来给你画个小眼线好不好？反正没画过，咋都你在摇头哎？没有啊，没有在摇头呀。我们呢来先打个底哈，这个姿势不太舒适，来你全转过来，整个人都侧了。我是要这样的还是？不用不用，知道你们俩现在姿势。我们家这个颜色呢，大范围的涂抹在他的眼皮上面。OK， 好，我们大底先涂完了。可以遮眼睛了吗？可以了。接着呢，我们要涂一下它的整个，你这样来，整个睁眼往上看，整个。好，你好，啊。那我给你快一点画好不好？没碰到，你要碰瓷。可以咬，可以咬。不要碰瓷啊！我没有碰到你。可以咬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加上它整个眼妆，对，要用到一把小一点的刷子来蘸取这个。深一点的颜色，深一点的颜色是这个颜色吧？是吧？我觉得哑光会好一点。你喜欢哑光，喜欢主光？我喜欢，都行，听你的。你这样很没有主见，大家会攻击你的。是吗？这样化妆光化妆是不是有点无聊啊？聊点什么？陈琳娜，我们聊点什么东西呢？其实我刚才就想说，其实没有人在意你们怎么化妆。不好意思啊。那我们聊点什么呢？其实我们平常很少聊天的，对吧？他不知道咱们上面在，你给我化妆，不知道下面在干嘛。
对啊，不要我的腿在怎么待着，你想象不到。现在我们来沾一个珠光伞。我现在觉得我眼皮很沉，就是上两斤眼影在你眼睛上吗？就是睁眼很困难，人眼睛很沉。你有可能是因为太晚了，你很困吧？不困啊，暂时没很困呢。放屁！某人之前的时候也是哭着喊着睡觉，对吧？是不是你？就，我的眼线笔消失了，我得拿那个眼影的这个深棕色，说啥东西？假装是眼线。这种细节上，不要老看这儿了，扎你啊！你的上眼影基本上就完成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画一个你下眼影。下眼影，下眼影呢，主要用一个深色，重点的去刷它的下面的眼睛。哦，好头痒哦。很快就好了吧，你配合我一下好不好？你平时画都不痒的吗？不痒的，习惯了就好。我超痒。我知道，超痒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。你一直仰头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想躲，我潜意识想躲开，你知道吗？太痒了，这是从来没有体会过的感觉。往上看。啊，现在我用你画个小小的拉长型的东西。拉长哪？你出来。拉长什么？就是把你的眼睛看起来更长一些。哦。那眼影已经画完了。是的。那你像哈士奇。哈士奇。那你觉得很像哈士奇吗？不。眼影结束之后呢，我们来画眉毛。眉毛用到的是贝玲妃的这个即兴眉笔，我今天先不用自己的那个眉粉。这个姿势好难画眉毛啊！你不要老是躲，你对，不要乱动啊！看我就看你，不要看我，为什么不可以看你？你看我的话，你眉毛会动。我、哦，我什么啊？哎呀！怎么没有人给我化过妆？怎么不接一下我画呢？我本来想这么好看，然后你就谢谢，然后说我说的是自己，真的是。再来一次。嗯，真好看。我还可以，谢谢。我说的是我。好，我干的这一段。什么？OK， 眉毛已经画完了，我好累哦。我们现在来画什么？口红、高光还是先画修容吧。修容是吗？好，修容遇到的是哎呀，是娇兰新出的这一款 bronzer， 不是修容，专业一点 bronzer 啊。看，应该是这个样子。哎，聚焦你来一支。好，其实也不是新车啦，就早就已经出国，早就用过，用过很多次，而且送给过大家，没有错。只是它刚刚在国内上线啊。来，我们来上这个 bronzer， 你们都不知道这个 bronzer 的名字叫什么？叫啥呀？非常的恶心。叫啥？叫做娇兰提洛克阳光亲亲粉饼，亲亲粉饼。这只可以必须亲亲才可以用粉饼。对，嘛嘛嘛嘛。你要是精细修容的话，可以单独占据它其中三个颜色之一。有粉色，有一个珠光的棕色和一个小珠光的棕色。我们来先干嘛呢？额头吗？对，我们来把这个发际线稍微修饰一下。我手里面这02号色，其实颜色非常非常浅，非常的浅，不要乱跑，非常的浅。就是肤色深一点的男生，完全可以把它当做粉饼来用。当你护完肤之后，可以直接当粉饼来试。做全脸？对啊。那我算肤色深。他们之前居然认为你肤色比我浅，真是见了鬼！就这样看起来应该，对，但是因为你皮肤发粉呢，那你皮肤也没有那么的粉啊。我小吧，我皮肤就粉。你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现在皮肤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那种健康的古铜色，性感吗？
这还好，主要是我的手艺比较浅。是啊，手活好。他最近有点胖了、啊，侧面连下颚线都没有，修个下颚线出来。阳光温暖，健康肤色。但它光泽度真的很好，它里面是那个添了珍珠贝母粉的，就那个很天然的一个光泽在脸上。接着我拿一把小刷子去蘸取这个颜色，给它做一些小局部的调整。你们也可以回去买给男朋友用。对，四月四号丝芙兰独家上线，娇兰大钱。修完之后呢，我们来用一个高光，用到的是 Urban Decay 的这个爆闪的高光，是在一个限量款。这个高光简直是绝料，是 amazing。光线太强看不到，算了吧，就这样吧。它好像没有底色，所以我得找一个底色的高光先打一遍。所以我们要先用一个 Lumisee 的高光做个打底。够不够到底？没有啊，往下再打。底层打完之后，我们来上那个爆闪。那个爆闪去哪里了？最后我们来画口红。那今天用到唇膏呢，给你一次就是非常棒的机会。娇兰新出的这个保湿口红，这个口红我自己还没有用过，第一次。哦，有没有觉得是宝蓝临门的这个皮儿，这个壳很好看吗？蛮酷的，这个很好看，我觉得超好看。然后这个颜色呢是要用到的是24号色，是木玫瑰色。我给大家先刷出来看一下。是一个偏哑光挂的唇膏，但是比较适合春夏，这个颜色很漂亮，我还蛮喜欢这种限量的红色。来，你的唇形好奇怪啊。奇怪？对啊，就没有我的唇形好看。用的时候都不觉得奇怪。不知道你有什么唇形好看。我适合那种性感炸裂的。行不行，立刻马上给你画一个16G。现在呢，我不能让你说话。嗯哼，我也这么说。嗯哼，要我开一辆车。嗯哼，什么？嗯，你说说说，现在能说说，你真好看。我知道。娇兰这支唇膏啊，应该是我视频发出之后的明天，就明天，对，第二天明天才上架。像我这种仙女，哦。当然是要首先最早拿到它。嗯，好、啊，我们已经全部画完了。这个口红颜色真的很好看。不要看那儿了，看这儿。看着是这儿。对，显得我很正，是不是？对，里面很好看。是个热辣的男孩。是个热辣的。哈哈哈。真好看。是啊，你说你自己是吗？对啊。我这边做一个什么动作吗之类的？你想做什么动作？这个我要给你再加一个我的神来之笔，刚想起来这么重要的东西我给忘了。什么东西啊？自然，我的神来之笔就是我的自然。右边吧，我这边脸好看，这边脸也好看，但这边脸更好看。好，能看出来吗？能看出来，我脸很大一颗的。那是痦子？不是、啊、这是美人痣。我在你面前感觉你黯然失色，怎么回事？喜欢这样的我吗？不喜欢。应该就是接受我就接受所有的我吗？你也倒没有吧，如果你变成这个样子的话，立刻马上把你赶出去。每天夜幕降临的时候就变这样。哇哦，爬上你的床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哦。 No 如果你喜欢这视频，请视频多发弹幕、多评论、多关注、多收藏、多走遍路的话，麻烦关注我微博、我的 Instagram 学，顺便关注一下我们家狗只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呀。